这里过来，没看你想的对待我。黄玉荣身世之谜被揭穿，假太子坏事做尽，终于受到惩罚。本土剧在线高潮，没想到他回来了。这是大房，有一个好心。你是不是冒太子先生？我叫织田拓海，伊才是真正的太子。烫着一头卷发，网友期待已久的八点档班底陈志强俏皮登场。之前有舞台剧，还有其他的安排，所以现在告一个段落了，然后。大家敬请期待吧。你先到了，你应该是没掉啊。先去叫，放掉我干哈？我离开法庭了，已经把账是免了。泳衣啊，泳衣啊！陈志强不但闯入别人家，还偷吃冰箱食物被抓包，一出场就爆笑十足。还有人猜测他跟张静志会配成一对，但他自己说最想介入的感情线是这一对。一直在想哦，要怎样才能吃进万万翁？你都唔敢困啊？来，马丘 K K， 我话要困。韩一邦和林轩瑜这对苦情鸳鸯的组合让陈志强很有兴趣，角色会怎么发展他自己都很期待。三立新闻林主播庄胜宇报道。